现代新素派，健康跟我来。我们啊，常常在讲说啊，自古以来呀，料理当中最少不了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其中的酱呢，学问就很大咯。那么各式各样的酱料就可以发挥各式各样的美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在菜市场啊、超级市场啊，也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酱料。那安不安全呢？这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了。可是今天别担心哦，梁琼白老师啊，要亲自教导你用美味又健康又安心的好吃酱料哦。